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我哋呢个宝可梦太阳月亮卡巴话第一 version 嘅。好，我哋睇下今次抽到第一张系燃烧虫，佢系有火焰嘅技能。啦，抽三十系八十嘅，属于火系嘅宝可梦啊。你下一张系咩咧？下一张，咦，靓卡喎，基本水嘅能量珠，系啦，条片太短，你要讲多啲嘢啦。我唔开多张，唔开多张啦，你咁讲，好似下一张就系闪咯。所以我哋要下条片先讲啦，但系而家得四廿几秒，你讲耐啲。水属性嘅能量真系好好，我有好多水属性嘅宝可梦。呢张冇咩好讲喎，大佬，你成张得个水同基本能量 energy 咯。下边有啲字嘅，你边个咩字嚟噶？我看不到 WET 不知為什麼水務署是不是可能是吧我不知道呢、好那我們下條片再繼續下條片再見拜拜。